一首歌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歌，因为这首歌充满了希望，然后因为我知道今天是一个很大型的时尚的大赏大典，那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朝着自己的梦想、自己的目标迈进，然后都可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所有的希望。这首歌是《仰望》。你们知道这首歌的时间已经很久了，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还记得它的旋律，还有它的歌词。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左边。给安慰，可惜安全。
手机，思绪又可能回忆那时光，等待有几个结果，我最甜美，不能去疲惫，因为太怕失去，所以你内地的首站广州，那今年巡演还会重启，上半年开始就会继续在走。如果你们刚好有到我会去的城市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一起来参与我的演出。谢谢，你们人很好。其实我今天看到很多人盛装出席，然后非常多懂得爱自己漂亮的女生，我觉得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心，然后让自己每天都有目标，每天都可以幸福快乐。然后我要带来最后一首歌，唱完这首歌就跟你们说拜拜了。这首歌是林宥嘉。
峥嵘的风雨，这却是我，那却是你，孤寂的叹息。谢谢林哥。